OK， 咱们正式开始收诸葛亮的剧情。那这个队伍呢，现在又少人了，还得把关平请回来，就请个关平算了。我看看刘备是智力200，和陈登就差了10啊，和陈登就差了10。我现在只有4个武将，我是来搞武将的。你看，没有秘方了。哎，你的刀呢？我记着我没卖你刀啊。我真的记得没卖他刀，怎么没了？再买一把吧。皮帽可以卖，别的留着吧。一把铁剑哦，找孔明，新野之西这边。哎呀，这是博望坡，我的天，那个地方是博望坡啊，这个位置。哎，其实博望坡这个位置才合理，对吧？曹操来肯定是从北边来啊，原版的是在东那个西南方，所以说不是很合理。博望坡以前是吕旷、吕翔，还有刚才李典那仗，曹仁那仗，两仗是在这儿打。找诸葛亮。这是他弟，家兴去楼桑村的崔州平那儿。楼桑村不是我老家吗？刘备老家呀，咱们要去找啊。这版博望坡宝箱有什么？可以先去搜刮一番哈，可以先去搜刮啊，等诸葛亮来了再搜刮也不迟，也不迟啊。哎，崔州平，咱们是不是要去那个借船啊？是的，是电脑。这是直播，你说怎么快进啊？你们脑回路好清奇啊。刘琦，好，得到了船，前期有，哎，刘琦加入了啊。你这个废物怎么好意思加入的？智力183，哎，比迷珠还强一点，比迷珠还强一点。有没有变成锁啊？给它扔了，这儿呢，有啊。你加入干嘛？讨厌啊！不能离开队伍，你就吃定我了呗。
训练，哎，道具，道具，道具，有没有白马？没有。六七武力多少？六十多。六十多，这个货啊，哎呀，我就不说他了。我借了他个船，他还要自己去，摆明的是不相信我。又差点破产。重复铁剑、铁甲。铁甲卖一个吧。坐船。哎，渡口在哪儿啊？渡口，这是电脑平台的。对呀，借了又不是不还他，还要跟着我。铁盔竟然叫铁兜，呵呵。可以得一堆吕布。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呀，我就想起一个东西。打得挺快。升级了。手机其实能玩啊，手机其实能玩，用特殊的软件载入就可以。我见到过别人发的用手机玩这个游戏的截图，所以用手机玩是有方法的。但是呢，就是我这么说吧，一张嘴就问别人在哪下载，果然要连接的，你肯定没这个能耐，你就认为玩不了吧。我记得在这儿能找到那个雌雄剑来着啊，一出场。但是呢，这严重破坏游戏平衡性啊。姓崔的，姓崔的是在这儿吗？听说流言大人要远赴益州。是的。吾乃惊天汉化很辛苦，游戏免费，收费的请报警去。这不是新野的硫磺书吗？是的，昨夜回去了。啊，折腾一趟啊。我说的手机能玩指的是安卓手机啊，苹果手机就不知道了。哎，渡口在哪儿来着？What？我出来遛个弯，遇到这么狠的人。你们现在是流寇啊。作弊没？没作弊啊。经验倒是不少，他们的装备太落后了。装备太落后，他们属于早期敌人，装备落后，招降不了。这个版本没有降将系统，但这个版本后面有一个段非常有意思的剧情啊，就是你需要兵分三路，一路是打孟获，一路是打东吴，还有一路是汉中吧，还是哪？反正你要兵分三路，
你的所有的武将的资源你要重新自己进行分配，每一路呢你就要都要保证至少有两到三个比较狠的人。回到了江夏，有关游戏的下载还有版本的信息我发过微头条了，如果你关注了我这几天你肯定会看过，如果你没关注还在这问我也帮不了你。现在打到孙权了没有？没有。去他家这边吧上边是左边是襄阳这个地图还很合理，这个地图还很合理。关注的小伙伴可以去今日头条去看我发的微头条，兄长刚刚回来了，不过又出外巡游闲游吧，闲游吧。家兄昨夜已归啊，诸葛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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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等一下，卧龙先生睡觉时不能唤醒。那春日天地二代叫不醒诸葛亮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和这个 NPC 对话，然后再去尤其回去了吗？没有吧。对了，我还拿着他船呢，是吧？这个货还看着我。没有，没回去。有周仓，有周仓，周仓上不了场，强人比较多。现在草堂安睡。是否唤醒？否。醒了，就是等一会儿。大梦谁先觉？平生五字知，怎么是我字知啊？可能字库里没有五那个字啊。行了啊，行了。开始三分天下之计。哎呦！这诸葛亮还下床了，下床了，当时就可以下地啊，行走自如。主公大事不好，曹操十万大军杀奔我新野来也。军师有何良策？主公勿扰，亮自有良策。西北博望正乃地处险峻，这合理啊，你看人家开会啊，这才是开会的样子，这才是开会的样子。公子可回江夏据守镇守。行，你赶紧把他撵走啊，这个货赶紧把他撵走。铁剑、铁甲、铜兜。迷方，我记得这有东西啊，铁甲。怎么都是电头货啊？
来吧，队列军师诸葛亮。列不了阵哈，列不了阵。咱们存个档。哎呦，让我进去啊！哎，等一下，谢天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又怎么了？这是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又？这个版本招不了吕布啊，招不了吕布。孔明三维看看，可以确定的是智力255，武力122，122相当于49，不到49，40多吧。这都谁啊？夏侯惇啊，心里点，捅他们。什么了不起啊，烧他们啊，会炎热了，来烧。对啊，我在这儿注意力都在游戏上，我突然发现直播间好像发生了什么剧情。你们能不能砍赵云啊？这里要悠着点打，悠着点打。哈哈，总攻试试，我希望你们能胜一回合。张翼德在此。关平还没出来呢，我看看有没有啊。有，关平周仓有。啊，那咱们这回可以好好摆摆阵了。哎呦，周仓来了，我斧子给没给他留？留了。队列摆一下。白马阵摆好，行，这回可以捡这里的宝箱了。今天怎么又破纪录了？喝酒啊，赤心丹。铁兜，先给周仓吧，毕竟周仓在前面顶着呢。这个地图恐怕和原版也有差距。不一样，这南北的方向就不一样。王婆没有盗贼，
啊，这里南北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刘表恶化啊，病情恶化，走。啊，刘备加入了，算了，这里人物还要进行阵容上的变化，你就先去找吧，先去到刘表那看看吧。完事儿了，主公大事不好，曹操自统百万大军挥师南下。刘表没了，呸，他这里用了个陪啊，去江夏走吧。哎，石头飞龙，你俩给我讲讲刚才什么剧情啊？那个天使走的，刚才是什么剧情？我一直在经历在游戏上，我没看啊。刘备要离队吧？这里他是自动扒装备是不自动扒？我还是自动给他扒下来，自己手动扒吧。刘备离队了，哎，这谁呀？刘封，寇封啊。190-157啊，不行啊，这差远了。190-150都没有周仓攻击力高。我这里诸葛亮已经会炎热技了，所以我看一下后边这两位就没有上场的机会了，你俩走吧。铁盾、铁甲、铁兜，都是铁的啦。这枪怎么还是铜的呀？睡觉。哎，别睡啊！我想啊，弄个白马阵先啊。就荆州这一段剧情，我这白马阵没拆了多少次啊？存档点在哪儿？在这儿。夺回荆州。训练所应该是升不了级，我现在等级应该是领先训练所。想要船就来呀、啊！我什么时候说船的事儿了？你没有病啊？哇，还有射死孙坚的家伙呢！153-64-164-178-108-204-102，这不是一群傻子吗？我要为什么要和傻子打架？此处不可用此技啊，用水星技。
水星记不狠啊，刘牧可以吗？刘牧也不可以。这竟然是水边，我的天。总攻啊，下回合总攻吧。检测机哦，还用了个检测机，那真的要总攻。哈哈，你看，走过人家就回血。前面的战斗还好，哎呀，拿水刺我！看啊，其实也没省多少时间，不推对面的，不推对面的法师，打的就是艰苦啊！对面在不断的回血。还在回，这 AI 可以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别在这扯了。这就是你们嘴里的总攻，哈哈。AI 比原作要高，尤其越到后面越高。集火吧，还是我是我自己啊！这回总攻。烧船。这里的就不是找到了船了，好像要跟别人买了，要找人打听啊。因为云哥用的是铜枪，卖点东西，变成锁，先睡一觉吧，先睡一觉。存档，还是20级啊、哦？感觉半天没有升级了。好，得到了一艘小船。把我的心也夺回来。哦，快越！哎呀，偷袭！看看快越啊！快一度，176的智力低了，绝对是低了。先把对面法师放倒，这也不可以用啊！我给我方加血吧，你拿快越，先放了对面法师。200左右差不多，应该是，嗯，凯越的这个智力真是低了，170有点低。哎，他也设置了白马阵。来，私刑你。
哎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砍错人了。把他们阵先散了。好，我回一回合血，下回合再说总攻的事儿。而且先要看看对面啊，有没有人会什么回复技之类的，有会的先撂倒了再总攻。无脑总攻的时代马上就要过去了，78、56、52，可以了，总攻。现在是，你二五仔，你干嘛了？人家把城都夺了，你干嘛了？我把它藏在我家里了，带到江夏。可以了，咱们去江夏睡一觉再去。这样也有了船，也找到了鲁肃。赤心丹有什么用？江夏，我已经在江夏买过装备了，买过装备了。这鲁肃有点老，鲁肃加入，完全版是电脑游戏啊，铁剑哦，不错呀，150237。有个问题啊，那鲁肃不就上去打了吗？装备应该是动不了吧？像这种角色装备都不能动了。